凌晨三点，当僧人在惊醒时，人们还在梦中。我们知道，人在梦中会很执着，或哭笑，或爱恨，或恐惧等等。因为人是很难发觉自己正在做梦的。同样，如果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是一场梦，一场与众生共同做的梦，那我们如何能觉察出来呢？而且这是一场不会自动醒来的梦。动静二相应了然不生，惊醒使人在各种动乱的环境下也能心如止水，在与其他境中的修行配合，无时无处不在定中，这样的定力才会宽广。僧人惊醒穿越闹市，收摄双目，巨大的反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这种反差源于僧人的仪表，源于僧人的心。无论身处何处，人们一直在等候一种触动，一种心与心的传递，那将是生命被点亮的开始。人有六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。若心对世间的外观、声音、气味、味道、触觉、妄想等六尘有贪爱，它就会支配其他五根如吸盘一样向外吸取。闹市正是这种贪爱的强烈体现，那里包装着各式各样的六尘供人们享用。然而依靠外界和感官所建立起来的快乐，只能是短暂而低层次的，这使人沉溺于水泡间的追逐，而永远无法满足，不断的失去，不断的爱渴，这种爱渴又驱使人们不断的投生到这个世界，遭受无尽的痛苦，如老病死，求不到，与所愿相遇，与所爱离别等等。佛陀成道时，首先发现只有停止六根的使用，才能不再被动生死，而究竟之乐也得以现前。面对名闻利养，也要收摄身心。我们去年在那个冯阳，冯阳就去了啊，看到师傅。现在咱们这个地表底带着他们的同事都过去干，啊，都过这边干，啊，想接他们，接近他们死。接下来以后的那个咱们的吃饭了，我们来想办法。好，对，不要紧，他们已经准备了，是吧？我们来啥吧，啊。佛陀告诫我们，世间乃是因人们的六根放逸所成，这注定了它不过是场飘渺不定的梦。然而人做了梦，却把自己给骗了，
受骗的自己又继续着梦的循环。无论经历多少劫的轮回，无论曾经拥有什么，若眼里只有世间，人们终究一无所有。要想照破虚幻，需把六根的焦距拉回来，让双目保持下垂，只看着即将落脚的地面，这能避开大部分景象的诱惑。外境当前，眼睛会因饥渴而躁动不已，要想自如地驯服它，这得靠平时的功夫，否则一个突然的动静，眼光早已狂奔而去，让人措手不及。同样，对于各种的声音充耳不闻，各种的气味也不去理会，因为身心的收摄，僧人的队伍穿越喧闹，就像一股静止的清流淌入人们的心田，既滋润了深处宁静的种子，又安抚了表面躁动的浮尘。当我们逐渐平静下来时，脚下的路面，无论是柏油的还是水泥的，无论是干净还是脏，种种的分别开始在眼里消失，一种清静的安乐则随之显现。随着定力的不断积累，内心就能达到完全的平静，对五根也能收放自如，放的时候什么都能感知得到，收的时候就像置身于闹市之外，所有六尘都荡然无存，而呼吸也停了，走路则成了自动的。在禅堂、念佛堂也有走动的修行，但不像经行那样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。这种干扰包含了扰动内心的基本元素，如山野的景色、虫鸟的声音、花草的气味、天气的不适，乃至以闹事的方式强烈地表现出来。若能及时克服，可使定力宽广而深厚。可见，不但平时走路要精行，还应把精行作为每天固定的功课去行持。而佛陀就是这么要求弟子们的。世人见到僧人，有的感到好奇，有的面无言表，也有的悄然感动。无论人们内心的触动是在现在，还是在千生万劫后的未来，扬起渡船风帆的永远是僧人淡泊的外表、无言的静默和戒心的真香。有人说，活着是为了获得快乐，离开世间的快乐还有什么意思？既然世间是虚幻的，那么它的快乐也不真实，不真实的快乐绝不是快乐。也有人说，世间的快乐让人难以放下。我们之所以贪爱世间，并不是因为贪爱是人的本性，而是因为我们以为世间是真实的，获得真实才是人的基本需要。就像梦醒一样，一旦发觉那是虚幻不实的，梦中的贪着
也自然地放下了。所以我们需要看清世间的真相。夜色降临，覆盖了街道白天的喧哗，灯红酒绿，歌舞升平，喧闹又以另一种方式在延续。这就像不断溅起的浪花，人们追逐它，因之而喜，为之而悲，却看不到自己拥有整个海洋，一个取用不尽、无所不能的佛性宝藏。因为它大得无边无际，既存于万物的生灭，又无形无相，那是梦醒的真实。僧人用自身的行持显示宝藏之持，回收六根，由内心的安稳不动证悟佛性。咱一辈子吧，多做好事吧，比较像佛吧。你看他们像真正的和尚吗？像。为什么呢？感觉吧。人生的每个念头便是一个十字路口，或善或恶，或觉或迷，唯有证悟的慧眼才能辨别他们的方向，引导人们明明白白、坦坦荡荡地走向真实。我让他们住我的房子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能住房子，只能住桥下或者是树下。为什么？我那里规定不，我那里什么都没有，我有个办公室。那也不行。谢谢您，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佛的规定，戒律。哦。啊，行了，阿弥陀佛。这怎么办？哦，那这个。怎么办？是啊，以后啊，允许再接受供养。哦，不允许再吃的。不允许再吃的。对。那怎么办？这，给他们钱行不行？你们明天给他们。都不能要了。吃不着金钱地。哦。终生不摸钱。哦，行，那没办法。偶遇的人们虽一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也自觉不自觉地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对此的敬意。随着因缘的成熟，梦醒时分终会到来。